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便是如此。在华夏汉族文明刚刚兴起时，周边就有许多游牧民族。后来，处于中原一带的汉族和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之间，开始了长期的战争与融合。进入周王朝后，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壮大。 时常侵扰边境，在西北一带就有犬戎、羌等游牧民族。事实上，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处于西北边陲一带的秦人，一直都对他们到底是来自华夏民族还是起源于西北游牧民族存在争议。多年来，中国的考古团队始终在寻找答案。而在陕西发现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墓穴里头，就藏着答案。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这座墓穴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墓主人是秦国国君秦景公，他是秦国第十四位国君。他的墓穴被考古人员称为秦公一号大墓。秦公一号大墓总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大古墓，出土的文物众多，其中最具价值的是以青石制造、象征春秋时期诸侯王权的石磬。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石磬不止数个。 而是一整套完整的音阶，优美的由石磬组成的编磬，其上刻有文字“天子延禧，公环氏嗣，高阳有灵，四方以耐。这段文字中的“高阳”指的是上古皇帝高阳氏，也是三皇五帝中的颛顼，曾经是中原华夏文明的领导人。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奴隶制王朝夏王朝之初，秦人伯益由于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嬴姓。商朝末期。 大将飞廉和恶来是秦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嬴姓族人在改朝换代后被迫迁往西北地区为周天子养马。此后，秦人便在西北一带落地生根，演变为后来的秦部落、秦王国。以上就是古籍史书的记载。之所以秦人的起源有争议，是因为秦人的文明相比中原诸侯国较为落后，又辟出西北。不过，秦公一号大墓的石磬上的文字则证明了秦人的起源是颛顼之后。 而出土的另外一支石磬上，则刻有“镇秦下，寿无疆，愿秦吉康”的字样。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国国君祈祷中华夏王朝万寿无疆，秦国吉祥安康。可见，秦国国君认为秦国是华夏的一部分，是炎黄子孙。秦公一号大墓有殉葬者一百八十六人，为周朝时期最多者。在当时，殉葬传统只有宋、秦两国推行，而宋国与商朝皇室同源，传承了殷商的殉葬传统。 秦国同样推行殉葬，显然也是一种华夏传统的传承。通过考古工作发现，秦公一号大墓有盗墓痕迹，盗洞竟多达二百四十六处，其中规模最大的居然长十九米，直径为四十厘米，直通主墓室。盗墓活动从春秋时期开始，一直到宋朝，由于多次受到盗墓贼的光顾，秦公一号大墓主墓室内的陪葬品，甚至墓主的尸身都已消失不见，这实在是天大遗憾。 虽然秦公一号大墓的许多珍贵文物都流失了，但是秦人源自华夏这一事实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实现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这座大墓平面城中字形，长五十九米，宽三十八米，深二十四米，东西墓道分别长一百五十六米、八十四米，宽十二米，总面积五千三百三十四平方米，比安阳殷墟王陵大三倍，比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大了整整十多倍。 发掘中还发现有二百四十七个盗洞，但仍出土了三千多件文物，其中二十六条石青上有二百零六字铭文。考古专家据此推断，墓主人是秦国第十三任国君秦景公嬴石，嬴石是秦始皇第十八世先祖，公元前五百七十七年继位，在位四十年，是春秋时期秦国一位非常重要的国君。这座大墓是考古发掘的第一座秦公陵墓，又称之为秦公一号大墓。 它是中国最大的先秦墓葬，殉人最多的墓葬，最早的皇长提凑墓葬，最早出现墓碑实物的墓葬，最早的石青刻有铭文的墓葬。秦公一号大墓有殉人一百八十六个，再现了秦国恐怖的人殉制度。根据殉人位置和葬具的不同，分为三类：七十二个使用后棺的近臣和妃子放在秦景公棺椁四周；九十四个使用薄棺的侍奉者离得较远；填土中还有二十个被肢解的奴隶。 直接被现场斩杀祭祀，看来秦人视死如生。秦景公死后，生前亲近的大臣和进士也一道殉了葬，幽冥中陪伴着主人继续在阴间行走。墓中还出现了罕见的黄长提凑葬具，全部使用长宽各二十一的长条柏木垒砌而成，每根重达三百公斤，主椁长度十四点四米，宽度五点六米，高度五点六米，面积八十平方米。 中部一道隔墙将主椁分为前后两室，后室安放有秦景公棺椁。黄肠题凑的四周填有木炭，外封青膏泥，这些保护措施有效防止了水分和氧气的侵蚀。这套独特的葬具得以保存至今。《周礼》记载，黄肠题凑是天子之制，属周天子独享的最高礼制葬具。从考古情况来看，秦景公肯定是僭越了礼制，私自使用黄肠题凑。 这与秦国雄厚的国力有关，更与当时礼崩乐坏的大环境密不可分，更从侧面隐射了秦人对周天子的藐视。从中，我们窥探到秦人那种不甘现状、野心勃勃，甚至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决心和意志。毛主席之所以推崇秦始皇，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 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超过他的。而且在毛主席的眼里，秦始皇还有三个方面的功绩不可磨灭。第一个就是秦始皇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启用李斯、魏辽、王翦等人。 最终统一了六国，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事业。第二个是他善于创新，勇于改革，创设了一系列与夏商周都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设立郡县制，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第三个就是秦始皇特别重视农业和文化建设，所有农民都要向政府报告占用了多少土地，然后政府根据你占有的土地制定上交粮租多少，这些制度。 后来都被历朝历代不同程度的沿用了下来，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秦始皇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出席黄河水利问题的会议上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一书中也记录过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 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便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是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在毛主席晚年时，还跟埃及副总统沙菲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当然，毛主席虽然很推崇秦始皇，但对他的评价也并不是全盘肯定的，而是一分为二。比如，他曾对人讲：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 求神仙，修工事，残酷的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的很。毛主席还说过，秦始皇这个人是有雄才的，但是他统一了六国以后，就躺在了功劳簿上，开始迷恋自己的功绩了。后来，毛主席还在不同场合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出现的问题做了盘点，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他大兴土木，一个阿房宫就征了七十万的劳力。 后来又修长城，又调了四十万的劳力。当时中国的人口不过千把万，而抽调的这两项劳力就足让大量的田地荒废，民不聊生。第二个是他的赋税太高了，各种名目的税种一个接着一个，老百姓在如此重的赋税下，想要活下来那是相当艰难的。第三个是他的刑罚太残暴了，甚至有些刑罚都走上了极端，老百姓动不动就要受罚，长此以往肯定不干了。 后来才有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纵观秦始皇的一生，他最受诟病的应该就是焚书坑儒了。在历史上，对这件事也基本上都是持批判意见。但是毛主席对这件事却有不同的看法。毛主席曾经对山西省委书记陶鲁家说过：“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他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 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人。当然，毛主席对这件事也是有批判的，说：“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无辜。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 太过火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针对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说：“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也就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 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这就是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不少地方都颠覆了前人的观点，但出发点也是很明确的，也是毛主席一直在倡导并坚持的，就是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